五包、十包、二十包、三十包还不够啊，再给咱们的哥姐姐再加十包。咱现在呢是5.9的价格啊，整整给咱包邮40包。哥姐们啊，如果咱想吃沙琪玛又吃不了那种太甜腻的啊，咱可以尝试咱家这款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。每个啊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，看一下啊，中间啊有这个小芝麻，特别的松软，软糯香甜啊，有蛋香味、奶香味，还有这个黑芝麻的香味啊，三种香味混合一起的，特别好吃。特别松软，而且呢吃起来一点都不甜腻。这个呢是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啊，咱吃不了甜腻的，咱可以尝试这个啊。它这个呢是用木糖醇啊代替了蔗糖，真的特别好啊。非常松软，不用咬啊，自己都裂开了。像咱平常追个剧了啊，当个休闲小零食了啊，都可以吃啊，好吃的又没有负担，真的刚刚好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厂家呢是6.9啊给咱发40包，另外呢老弟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.9啊给咱发40包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啊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5.9啊给咱发40包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